来收看1月21日大开眼界。今日要闻有阿卡丽大招削弱接攻速遭砍。1月21日美服 PBE 对阿卡丽的大招距离进行了削弱，同时降低了杰的初始攻速和成长攻速，还更新了防御塔护盾和饮血剑护盾的特效。另外时光杖的层数现在会在装备栏显示了哟，强退惩罚时间或将延长至2小时。近日美服 PBE 上更新了新的游戏模式爆火大对决，双方可以为对手选择英雄，但是有玩家在论坛上反映，由于此模式的出现加剧了强退现象。设计师回应，未来可能将强退的惩罚时间增加至2小时，同时计划为新模式的优秀玩家提供奖励。土超俱乐部收购撸啊撸战队，土耳其的贝西克塔斯体育俱乐部早就涉足于篮球、足球等传统体育，而现在这家俱乐部决定进军电子竞技行业，收购土耳其的 ASS 哈尔战队，并在新赛季征战欧洲的挑战赛，安妮的小熊可能得到加强。最近拳头设计师在论坛上回答玩家问题时提到，可能会稍微降低安妮 E 技能熔岩护盾提供的魔法抗性，但是提博斯也能获得魔法抗性加成以及一个短暂的移动速度提升效果。段轩微博期待电子竞技世界复播。1月20日，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段轩发布了一条微博，在微博中段轩联想电子竞技10年来的坎坷历程，感慨自己曾经主持过的电子竞技世界节目，网友们也纷纷表示期待能在电视中观看 S5 世界总决赛。 LPL 第二周前瞻 DIFT 大战 IMP， 本周 EDG 将迎来老干爹的挑战，下路 DIFT 和 IMP 的对决将成为焦点。上周 VG 屡屡惜败，此次面对开局强盛的 RG 能否抢下分数呢？同样未尝过胜利滋味的 WE 和 M3 展开一场内战，究竟谁胜谁负，我们周末见分晓。厂长接受韩媒采访，认为最强对手是 Dandy，EDG 战队打野厂长接受了韩国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数次提到前 S4 冠军打野选手现 VG 队员 Dandy， 表示后者是他在 LPL 联赛中最大的对手，不知在首周赢了 VG 的比赛后，厂长是不是还这样认为呢？ Dandy 沉迷斗地主无心训练，近期网络传闻 VG 的韩援打野选手 S4 世界冠军 Dandy 沉迷斗地主，甚至在直播时也斗地主，粉丝实力分析他是因为和韩国的女友分手了才开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管 Dandy 是因为什么迷上了斗地主，我只想说厂长你的机会来了。每日英雄联盟资讯，最新最热话题，尽在大开眼界。